见证歌声中的亲情流露，见证最动听的幸福回忆。好声 Family 第五季，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，就是读。哎呀，每天都是这样，人呐。呼吸又正早，医院对你好。你即将收看的节目是由医院呼吸活力赞助。上试镜来到现场一争高下啊！今天晚上呢，依然会有两个环节的比拼哦。宝贝啊，太早哎，不要等，你会跟我被分为两个，按秒你懂吗？演唱。而到了第二个环节呢，要就是个人舞台，看爸爸妈的。接下来的分数最高的那一个呢，就是今晚的冠军了。好声 Family 第五季是由 Kinetic Miss 荣誉呈现。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，让节目继续散播爱和温暖给大家。今天一名字 Rapture 是一款植物性全营养饮，采用了来自大豆、豌豆、藜麦和大米的植物性蛋白，同时添加了 CAHMD 和28种维生素浸泡制，以提供全面性营养。给予您所需要的能量和提升活力。同时 Kinetic Miss Wellshare 也在持续升级，推出了 Kinetic Miss Wellshare Sugar Balance， 它含有助于控制血糖的成分，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，简直就是控糖有人的福音啊。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，恭喜啊！因为您的因子将会给好声 Family 的观众们专属优惠，就在今晚九点至十二点期间，只要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，凡购买您的因子 Voucher 和 Voucher Sugar Balance， 并且输入优惠码，就可以享有实名机折扣。也要感谢 Evan 对好声 Family 第五季的活力赞助，让节目充满了无限活力。Evan 一名生化能，具有生化能量促进血气循环，支撑及舒缓膝盖疼痛。通过温热疗法舒缓腿部抽筋、麻痹和预防关节问题。呼吸要趁早，一半对你好。除了好好唱歌，也别忘了好好保护膝盖哦。那马上有请我们的常驻评审黎诗敏老师，还有李亚楠老师，以及今天的飞行嘉宾江梦蕾老师，欢迎三位。哇，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李琳，就是江梦蕾大姐啦，出现在电视荧光幕前，这是我们好声 Family 的很大的一个光荣，欢迎你。对，那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特辑呢，就是好声歌后嘛。那由你来说，真的是比较有说服力啦。你觉得怎样才算是一个歌后呢？看个人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歌后，因为我们有一把嗓子，就是你自己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凤蕾老师，那您有没有自己心目中的歌后呢？其实我非常欣赏邓丽君小姐的。大部分那个时候，我刚出道的时候都是唱歌为主，我的声线有高，没有邓丽君小姐放慢的温柔，而我的歌声可能唱出人家从梦中被吓死。真的很幽默。唱歌呢，不是用一把声音来唱，唱歌呢，就真的就是。接下来问一下李安娜，对于我们的歌后，你有些什么忠言要给他们吗？大家如果是把自己所有的感受啊，都唱到这个歌里面，然后我相信，
啊，观众都会体会到，也会享受到的。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个手？有江梦蕾，江梦蕾啊，太厉害了、啊！当然就是江梦蕾。就是在《偶像 Family》里面啦、啊。那如果是平常的日子呢，喜欢听哪位女歌手的歌？在小时候听多一点点的，除了邓丽君，还有王菲啊，哦，这个。可是我就有王菲歌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OK， 王菲的歌。好呀，来呀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孙明老师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，那我相信今晚对于立威来讲，你的要求会更加的严厉吧？不可以这样，这样星期要求已经很高了，这星期不可以这样，因为他们都是美貌、智慧与歌声并重的嘞。那先谢谢三位评审啦、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马上有请今晚的六组歌后华丽登场。欢迎六位歌后。